我们这些新住民，他们来到台湾，必须要等4年到6年才可以取得身份证。拿到身份证之后，还要再等10年才可以参选，整整等了16年，将近是苦守寒窑18年。我们的新娘都变老娘了。我对台湾的政治看法是一个很自由的国家，所以我希望能够政府能够社会上面还算非常的小众，你们出来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希望让社会更多人看到我们这些弱势者参政的声音。而如果今天台湾要进步，台湾要配称可以马上善选这样子，那我们在台湾是一个自由的台湾，为什么就是跟人家就是这样差别这样子？反正今天那个各位在这边的诉求哈，我想内政部都充分的了解。那因为这个部分呢，不管是在参政权或者是在我们国籍法有关这个任公职的规定哈，目前都是国籍法或者是选罢法好做相关的规定。那我想这样的意见我们会带回内政部哈。那未来这个部分在我们进行相关的修法作业的时候，会把这个议题哈审慎的纳入研究。那各位的陈情书我们也会带回部里哈。请问一下什么时候要修法？这个预计的修法是什么时候？这个部分我想相关法律的修法都是持续都有在进行，所以就是说10年这个一定会修法修掉咯。这个意见我们会带回去来研议。